哎呀！等一下哦，咦，没有五级帽子哦，哎，啊靠，要在我身上来。对，那我要给法师哎，再给你一顶。我根本没戴过好吗？白痴哦，九成新，我戴那么恶心。繁星星。然后可能是衣服你要去找一下，因为他只做袍没做衣服给我。不用衣服，我要啊！哦，也是哦。对耶，你不用衣服哦。好了，大家好，早上好。没有啊，这个只是刚刚稍微开一下，在那边弄东西而已啦。等一下打日码吧。我等一下，等一下哦，我现在嘴巴有点痛。但是番茄你要练等，你要练等我就练哦，不练等我就打日麻。大家早上好，有一层吗？唯一的那一层应该是那个啦。那个老板的味道。边打日麻边练等，你是在丢搞？怎么可能？比较能吸引观众私下练。哎呀，那我去魔大，打魔石。等一下，我现在前往路上。昨天睡到一点半，肚子痛醒来，我也肚子痛哎。好呀呀，好，那你们开日麻吧，我等一下上去。你衣服要什么？我帮你找，就五六级衣服啊。只要你没穿过的都好，你不要给我偷穿，然后又给我，我是感觉得出来哦。好，声音关到最小。我本来想说，那个谁佩佩昨天跟我说什么教主要不要找时间去献祭，我说怎么了，他说感觉下一个季节的献祭会变得非常非常难。我想说哦，那好吧，
我想说，反正我对红辣要求需求只剩下主身高的而已，这样不如就直接直接用那个看一下超强巨魔。嘿，我想说就不要去简易了，简易也太累了。那等我走到大学路口啊，我们要前往我们的大学。哦，不愧是换过装备的力量。一发900多哎，没有，我等一下没要玩魔力了，不用那看我，你不要用那种眼神看我，我等一下打麻将了。感谢我姐，哎，结果没有做到衣服啦，还是衣服你做。强力火焰魔法，你看有人卖汤圆。衣服有，我知道你有啊，就这只角色隔壁啊。我有谁啊？啊，就只有番茄有在玩魔力，其他没有在玩啊。其他玩得很佛系啦。好了，换游戏，换声音，换游戏。嗯，为什么你还有汤圆？编辑。好，目前打麻将。人間よ、今日の貢ぎ物は何じゃ？早く捧げてくるのじゃ。嗨，夏曦，你要什么汤圆？哎，番茄，你要什么汤圆？嗯，这个，哎。哪几个开过？靠哭啊！这个，还有一个，那就奶奶，好，这样很大哎、欸。抱歉，在魔力。好了，我听到日麻的声音，你去睡觉。你给我去睡觉。对，你没听错，是日麻的声音。那你也听到我叫你去睡觉。番茄衣服我帮你处理，他的法师旁边是自己洗衣机。对，就在隔壁，就是制衣大师。所以他说，那时候三角色的时候，他说。啊，这只织衣服的可以不要删掉吗？他十一季了。哦，我说可以，可以，可以啊，可以啊，当然不要删啊。哇，那只删掉很痛哎、欸。
等一下我看一下魂晶。还是这里、啊。想不到先好好吃饭。啊。有没有好好睡啊？啊，半夜爬起来的西明，半夜爬起来的西明，你有没有好好睡觉？出门买菜，回来买饮料给你喝。嘿，阿妮，你雨衣记得穿好哦。4点半起来，我其实那时候3点有起来看了一下，然后兔窝人还是很多。我说不行，我撑不住了，我走路在晃了，还回倒回去睡觉。我这边在下雨，对啊。然后也不用买饮料，最近也没什么在喝饮料。好了啦，阿七，昨天还绿了呢，不要以为我没看到哦。啊！我打错了。啊，一样了，一样了，都一样了。绿了很好啊，怎么了？欸，我好像有梦到我快绿一色又绿不到，欸，糟了。绿色对我来说是不是创伤太大了？绿色给我的压力太大了，天哪！这叫做绿色创伤症候群。往黑暗的路口，城堡的四周。我其实也没有好好看格斗宝贝的格子。等一下，等一下哦。往黑暗的路口，城堡的四周，勇士集结猎手。砰！你梦到你被追杀，被谁追杀？鬼吗？泡泡早安。今天的任务你刚好点吗？有啊，点了4下嘛。等待发冒险，雾散开之后，生命们冲破魔咒。哇，好难念哦！被作业追杀。那这两张应该很常有人打出来啊。
看，哎呦，该出来了吧？那里是否有条宁静的河流？无暇的光芒。神社のチンチクリン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な。おいえ、三根栗子棒。三根栗子棒。那里是否有条宁静的河流？无暇的光芒落在无限白昼，新年在歌颂，黑暗在战斗，等着战斗。好诶，好诶，栗子棒。是谁下一秒被萌萌哒，身体复活萌萌哒。我们摆个帅的 pose 磕头吧。现在在魔法大学外绕绕。等下聊天室关掉。小乐安安，你好，你好。トイトイリーチ、ツモ、ニャンプ、ドラ猫、ドラ猫に、ドラ猫ハネニャン。梦的剧情大概是我被一个人拐走，因为他喜欢我，然后我逃跑被发现，开始追杀。哇，恐怖情人哦！你是不是生活压力很大？不要，这么好的牌，送你们，送你们。最近很多事要处理，你说感情的事情要处理吗？辛苦了。往黑暗的路口。我没有，我只喜欢狗，小狗哦，狗写小说叫小狗。我想说狗为什么要写小说？哦，狗写的小说。哦，狗会写字，那很强耶。我只喜欢狗写的小说。你想要感情的事情处理，你要看呢。遇到不好的，真的你也会说宁愿不要爱情还是什么？理解。点击更新，公寓要更新。哦，更新好嘞。欸，还没更新好，对不起。自己。哎，玩魔力。番茄，你的鱼翅套餐好了。番茄。番茄，你鱼翅好了，番茄。
看一下 Switch 的哦。Switch 的光遇。最後の10枚になっても、わらわは緊張しない。全然緊張してないぞ。角。哎呀，哎呀，不小心摸到了，哎呀。我朋友的人物在九营下等你。好，番茄听到没有？银行下方。哇，摸到这张断幺九哎，咔咔熏熏。リーチ、ツノ、ピンフ、イーペイコー、タンヤオ、ドラ、ハネマン。嗨阿敏，嗨青蛙，抱抱吗？哦，没办法，自己解锁。呵呵。我就是那个红卡爆米花的，我知道啊。好啊。那青蛙要抱抱自己解锁，要抱抱自己解锁。齐心早，神社のチンチクリンが悪さ。你所有更新都跑去退出游戏？哦。啊，就真的有更新嘛？奇怪欸。有人称我“抱抱劫匪”。免费的抱抱。对耶，有玩光遇的吗？有要解锁等级的可以来找我，目前人很少。蹦，耶，蹦，我也更新了啊，不是，就是真的更新了。我想说，哎，不能打开，要出更新。金敏不想跟你解锁抱抱，没关系啊，你抱我就好。过来，过来，过来，阿七过来抱一个。哦，我们也没解锁哎，天哪！哎，阿七好扯哦，我们也没有抱抱哎。阿七隔壁这个叫青蛙，最近在聊天室有出现的。哎啊，那个打个字。青蛙打个字。你没有显示更新，砰！我要夹在他们中间。好的，龙。最後の十枚になっても、わらわは緊張しない。全然緊張してないぞ。极限刺暗刻，还破音呢。
不会真的吧？天哪、啊，太极限了吧！天败！我吓到了，极限四暗刻，啊，跳出来，吓到我了。好的，感谢怪人，感谢门铃力，感谢曹志玄。投げかなくてもよい。谢谢谢谢谢谢。凡人がわらわに勝てぬのは当然なのじゃ。哎，臭菜，欠踢。啊，我没试到啊，可恶。哎，叫你家克洛伊不要送我爱心呐、啊，这样子我送不了他哎、欸。我只能面对面送他爱心了。好了，开始了。一点早安。嗯，老话一句，隔壁关台了吗？我又声控，我也不想啊。越关台了，好的。哎呦，不！等一下，我来送火。一灯送。我突然发现昨天我好像真的不该在真的很累的时候强迫自己开，就像昨天你们说强迫啦，就昨天其实也没有说累到开不了台，就是卡在啊，可能真的很累没开台好了，但是也不会马上去休息，然后既然没事做就开台，就是好像昨天真的火气也不是很好，哎呦，耶，泡泡上了，来酒要泡泡吗？闹着泡来，泡泡不见了，我手都张开了哎、欸，泡泡你这样对我，对啊，又在开始期待下一次的复刻会是什么呢？好期待哦！
啊，可是下一次复刻的话，又会碰到那个不是说什么什么季啊？六月了，彩虹日要到了，复刻先祖又要变便宜了。臭香菜，你就是臭！天哪、啊，臭菜，臭菜，我的七桶。听说之后白蜡要更多，你说白蜡所需更多，还是白蜡会送更多？看你哭成这样，应该是所需更多哦。啊。是欸，已经季中了欸，怎么还没有季蜡加倍啊？白蜡所需，好吧。往黑暗的路口，城堡的四周，七。超强火焰魔法，荔枝？什么？你也荔枝了？我怎么没合牌？见鬼啦！见鬼啦！能屁的！神社のチンチクリン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香菜，来对决吧！Super Game 南安，早上好，早上好。啊，啊，真的只能这样给了呢。哎呀，哎呀，这是命运的捉弄吗？我要四安克了哦。
六一。嗯，好啦，拜拜。神社の鎮竹林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来看看肩膀，香肩啊！哎、欸，黄健是谁？是不是没跟他打过啊？来，你是谁？嗯？任安安。飞机票，你改名字哦？你是阿露米哦？啊，你是阿露米哦？很。臭欸很臭欸中个李三吧哦对吧、啊、斩杀先到了欸不痛的双响，力气，怎么那么丑？生母救我！生母，我那个怎么那么丑？好丑哦！笑死了！怎么可以丑成这样？一模一样，对啊。那我说一炮双响，看起来很强，有没有？两个蚊子在那边咬人。两个盒的比一个小，对啊。等下大凡怎么你也出现了大凡不许你说我丑大凡丑的人要变大咯不丑的人变大
啊，小三元不好吗？リエジ。干。哎，魔力宝贝，魔力宝贝。昨天被说丑之后，我今天还特地搞了个最低三番，什么意思？开台就在了。有可能被绑架呢？你有可能被绑架呢？没事啊，怎么可能？有生母在的场哎，也是啊，生母刚刚也是合了小牌哦。没事啊，生母一千块合下去。陈彦安，蒙陈彦安。又跟你讲没有蒙了。讲是所有妹子都要冠上蒙这个字吗？对不对？要蒙什么？要谁蒙？西敏就你知我知他知就好了，我们西敏放在心里面就好了。妹子蒙那你呢？这我不好说。リーチ、トン、ドラさん、ドラさん。哦吼！バイマン。中哪一个？男。哦，好爽哦。満願天下無双にゃ。哎，生母下去，香菜下去，阿鲁米下去。干，这个人上班不上班，一直在那边打麻将玩魔力宝贝，我好羡慕哦。那我不是妹子，你不是吗？我记得你是妹子吧？怎么那么难啊？你说难什么？做妹子怎么那么难吗？唉，这么说也是啊。当妹子这么难，当个汉子，当个棒子好了。上班还有那么爽的吗？就他的工作超爽的哎、欸。哎，番茄不准一番哦。好，妈的，不能只有发财而已哦！我要限定你门清哦，不能这样，没人这样子的啦，教主之类的吧。嗯嗯嗯嗯嗯。云蚊子西敏云，为什么云有两个啊？母母有两个云吗？哦，陈叶，为什么会有两个云？李锦，你是不是说杰云太胖了，给他两个称号？哦，捷运他好扯哦。你打错了。
不然想打谁？你是？哎、欸，不是哎、欸，为什么会这样？哎、欸，不是哎、欸，我不知道，你在卖萌对不对？你是在卖萌？不会真的是一排发吧？我会扁人哦，我会气死哦。然后想不到吧，我还有什么红钟在手上？他在等红钟，他扣了很久了。你看，你看，猜对了吧？猜对了吧？哦，难道你有白板吗？来，让我看看你的大三元。神社のチンチクリン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确定义嘛？啊，我也认了嘛。啊，我还好，我跑得快啊。嗯，七公蛋。嗯。棒。你。可以不要那么闹吗？七，これ没了。好诶、欸，确定没溢满，跳出来了。溢满没了。还是跳出机会丑丑，来，我们两个，我们刷个两个丑给他，有可能啊，还有希望啊，还有混啊，他怎么都没有啊？番茄，你好可怜哦。番茄，撑住啊！我的台亮亮的说，没有，这就是说明了没合到，什么都是浮云啊！请记好这句话。哇，哎，怎么？别奶呐！哎呀，我可以丑丑吗？我好想丑丑哦！我还在笑我们刚刚一炮双响只有粒子是怎么办到的，那就衰啊，就衰啊。哎、欸，番茄要你门清是不是很困难？没有，我只是问问而已，我没有很凶那种。哎、欸，要你门清是不是很难啊？那种没有，我只是问你，你是不是控制不住你的手手？好啦，体谅你啊，我也会控制不住我的手。你看光遇第一天就不小心给他毕业的那种，控制不了，碰下去有没有？我的额头上不是围，而是仇。
不愁不愁，我不愁咯。没有变丑丑了好吗？これまずいの。神社のチンチクリン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パン。然后他番茄突然喝了一个桶子，我说哈，有三张，三张什么？哎，还有什么？西风啊，没有了，东风。那场我在做国事格，他刚好多出，我哪知道就双响了。什么东西混哦？丑丑丑，对，丑丑。不要啦！你凭什么啊？最後の十枚になっても、わらわは緊張しない。什么？全然緊張してない。哦，谢谢谢谢谢谢，还好你自摸，谢谢谢谢。同一次。妈的，草草。我的妈，丑丑鱼哦。丑丑鱼，我只适合个两班的鱼啊！雨恒安安门清对我不难啊，难是在客人打乱我的节奏。谁敢打乱你节奏打他嘴巴、啊、不对，谁打扰你你就打他嘴巴。不是丑小鸭哦，哎，リーチ。哎呦！拜托，立直一番，求你了。哎、欸，好像可以耶。双等于啊，你就丑，你呛他、啊、你说我妈都没说过我丑，你怎么可以说我丑？心动鬼机啊，心动鬼机安安，有那时候好像真的双等于例子是那时候不是年初有那个吗？回那个年度回什么那个东西，我好像是八条是例子最多次的。早安，起床继续跑图。哎、欸，讲丑丑鱼你会很敏感啊，呆鱼。呆鱼你要人家陪吗？
需要个可爱的充电宝吗？这牌竟然不绿吗？你再想一下好不好？我立直到现在摸的进张的牌没有办法绿啊！呆鱼救我上线啊！呆鱼救我！これまずいの。我要换回我的兔兔头。兔兔头。啊靠！我要。感谢杰云超级留言，对不起。リーチ、チートイ、タンヤオ。丑丑鱼你还好，你就丑，不可以。リーチ、イーペイコ、ドラニ。マンガン。不可以说你丑，好吗？哪一只啊？哎，我飞不太到你小号哦，因为你小号没有在自由里面，都被刷掉了。哎呀。你要飞我欸，是呆鱼。哈布鲁西卡拉那萨那梵高。啊！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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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啊！那感觉我不是充电宝啊！天哪！我只是宝，我不是充电宝啊！对不对？我只是宝，我不是充电。到了，随便传。佩佩早安，你为什么害羞？你吃西敏口水哦。我这次睡到早上，我很乖吧？你几点睡？让我知道你乖不乖。让我知道你几点睡。草草啊，现在连合两番都不行了，几点吧？哇，这么乖哦！好，我要给你奖励。神社のチンチクリン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什么奖励嘞？我也不知道。抱抱又觉得太廉价了，那种男女朋友，说什么？今天我就是你的礼物，这种鬼话，你们会接受吗？就是说什么？今天有什么礼物啊？我就是你的礼物啊！你们听到这种，你们会怎么讲？怎么想？砰！记。脑点。一，一气。
没有啊。哈？你只有丑而已哦。请问礼物可以转送给别人吗？哇！你说把女朋友送给别人了、哦？感谢 Tomato， 走开啦，站那么久。请问礼物？啊！我之前看到就有人说什么男朋友跟女朋友说你就是我就是你的礼物的时候，女朋友就一脸厌世啊。可是女朋友对男朋友说我就是你的礼物，可能就是会觉得他可以乱来之类的。永不如西啦啦，交换礼物的话很赞欸。你说知己之类的吗？知己的部分吗？还不错哦。我说今天送的是女朋友的右手，那杰克应该会蛮喜欢的。永不如西沙杠，理解。我没有杠到岭上开花就很不错咯。没有啦。是谁？是西明。西明要不要背你啊？西明要不要背你？要的话请把手断掉。西明给我个信号。这个妹妹头双麻花的西明。像之前圣诞交换礼物那一次吗？哪一个？哪一次？那要凑几年才有完整的女朋友啊？所以他们那个友谊要持续大概个几年吧，至少六年以上。你看，手就两只嘛，腿就两只，头就一个，身体就一个啊！记住，身体一定要最后送啊，不然就身体再分两节，一个上半身，一个下半身好了，对不对？下半身一定要最后送。为什么呢？不要问我。可是收到的都已经变骨头了吧？又不如西沙拉的大女韩国。为什么要最后？因为各方面的考量。不然你要什么最最？不最最啊？不然你觉得脚是最后送的吗？干燥处理啊？那干燥处理就没有送的必要了、啊。啊，好，好，还是你觉得就是每个关节都要开始从手指头的关节，那可以送四十几年呢、欸，三十几年了。混老头，萌性，你是不是要下去了？萌性。ドラ跳ねまん萌信，你要改名字了吗？你们不去 DC 群聊天吗？用打字不会太累吗？
我说光遇的两位好朋友。哎呦，哇！哦，至少你没有打国了啦！我天啊，我是你就国了之类的，看少一个，被少一个了。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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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不要啦！好扯哦！焦りは戦略転換の判断力を低下させ。有没有清一色试案课啊？一直跑出来好烦哦，我要打掉。不要打掉啊！我们需要点献祭的文章，不是文章啦，献祭的东西。比如试战课的话，番茄就怎样？番茄，你想做什么？番茄，你想怎么样？说出来，番茄。我等你一句话。算了，三课好了。黑丝女仆，哇！今天啊，好，请放下那危险的想法啊！自然课送我一首歌，不用了，不用了，不用，我不稀罕。但昨天进去又听不到，哦，气死！我本来想说，你看，如果不糊的话，所以这两张就要打掉了嘛，不然就只能靠自己再摸到第三张这个。你昨天刚存好，刚好哼完，你是哼哦。啊，不然信怎么说你在唱歌？哎，魔力宝贝，龙呀！怎么办？信你要穿女装了，信，信，撑住啊！大家想看你穿女装啊，信。
盲杠。哼，女装确认。信刚刚有没有画面跳出"女装确认"的四个字？魔法，混乱攻击，嗯，我怎么掉下来了？你是不是也跟我的背不合啊？我跟黛玉的背不是每个人都可以驾驭的呢，天啊！没有发财给我碰呢，哎，我没拿耶，对不对？黛玉，爱泡芙安安，你要知道，我跟黛玉的背是那种。拼图，你们几个人啊？你说现在吗？目前啊，又断了。又来了，哎，佩佩，那我找贝佩佩了，来，贝佩佩。你又串了，我看到了，你跟利恩同时消失，哎，好恐怖哦！四暗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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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好嘞，他还堵我了。呆鱼筒子，什么是呆鱼筒子？没了。Leech。哦，你们语音聊天啊，不然来不及沟通啦。细暗客，细暗客。各位弄他，弄他，1400而已，弄他，快点瞅他，瞅瞅他。各位加油，弄死他！焦りは戦略転換の判断。弄口他！过分了哦！他是不是想要这一张啊？わらわは緊張しない。全然緊張してないぞ。カンニャ。哎，不要没有我的事啦！啊，谢谢谢谢，没有我的事啦。ノーテン。我们在跑图吗？你要的话位置可以给你啊，我昨天我其实跟佩佩都灰了啦，只是在陪呆鱼，在陪陪可怜的姑娘儿。我在按西敏贝贝的时候串啊，他的背就有毒哦。是暗客，是暗客。
没。哒哒哒哒，打掉。Leech。没事，我也快回了。跑云，好。是吗？你好扯。再来东或二我会哭哦，我要开 VP 来哭了哦。我喜欢你冷冷态度，面对我的小招数。感觉这首唱给克洛伊也很棒。欸，不要，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走这个风道都有鬼耶、欸。我进这个风道都必串耶、欸、不知道为什么。从雨林出来。你21根蜡烛了什么意思？你说今天跑完21根哦、喔。你也太累了吧。什么我没。不行，我们怎么可以这么没梦想呢？神社のチンチクリンが悪さを働いている。全部跑一轮。我们以前也是啊，以前灰了还是在那边跑，有时候真的是极限21根啊。小鱼早安。最後の10枚になっても、わらわは緊張しない。全然緊張してないぞ。リーチ、ツノ、ハト、サンアンコウ。打架？谁打架？リーチ、ツノ、ピンフ、ドラ。嘆かなくてもよい。何時ら。好，感谢萌信啊，风铃铃，还有 HULI 惊叹号。你不想上班？好啦，今天休假啦，我们来抓鬼。啊啊啊！靠腰，我刚是要去楼下拿喝的啦。嗯，啊，这场结束好了。哦，打嗝了。我也好想。想谁？想大凡？想 Joko？ 想要传送一封简讯给你，我好想好想你。想要打通一通电话给你，我好想好想你。每次见面第一件事情，
就是好想好想你，无论晴天还是下雨都好想好想你，每次当我一说我好想你你都不相信。抢不到，我已经很尽量在踢了哦。啊，失败しちゃったかも。想走后门，但好像没有。你想走什么后门？从来就只有我走别人后门，没有人可以走我后门。对吧，带鱼？你不孤单，我孤单什么？番茄他至少早上有抢进来玩过。哇，你们两个好像相依为命一样哎，好可怜哦。啊，怎么那么可怜？你走过别人后面，有啊？怎么了？原来在我错的时间抢，我刚刚演。你延迟几秒啊？来，再来，再来，嗯。七。神社のチンチクリン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でしょ。我都疯狂按确定了。你真的建议东一开始抢？赛狼。最后的十枚になっても、わらわは緊張しない。哎，好啦，你们要不要听他的意见呢、啊？还是你就是骗人家东一开始抢，然后就是让自己可以休息一段时间，有没有？有，其实这是他的计划，让你们东一抢到最后，走累了，酸了。被发现了吗？怎么还不懂你？这个老狐狸。三色道順。你等一下去拿饮料，要不要重开房？我不要，一样的房间。等你们抢进来之后，我再去拿。你还想要我重开房啊？啊，你这个老狐狸。蓝鸟竟然只服一番啊！他至少拿走我300块啊，他也是赚啊，够了吧？我怎么也老狐狸了，狡猾！我直接要繁星，哈！其实我都东市流局才开始抢。东市刘局，我刘局啊，骂完头吃了的吗？我已经吃完了，准备开始抢喽，各位，客运起飞喽，客运啊，
航班。一打掉了，客运起飞天很可怕，不会啊，怎么会可怕？你都梦到那样子，不可怕吗？来了欸，来了欸，你这个乖乖。新敏困了吗？怎么了？一二三。老居居居。请说我丑吧，我不是故意的啊，我不走会死啊。抱歉了。原来你们亲密我请放屁啊，没有比我的300丑，还好吧，你至少自摸了欸。感谢阿七的2个月。等下要顺便去尿尿，膀胱快爆了，我膀胱快爆了，我的背身拆开了，什么？我的身被拆开了，那意思？哦，木哦。失敗しちゃったかも。教主，我有一天开房间开房是五万哦。所以嘞，你开一个房间要50000块，哇，那很贵。来，香港的费用这么高，你是去干嘛的？你是去里面干嘛的？吃金条，在金条上面睡觉啊。啊，不知道去哪喝的。啊，我是有空是不是啊？啊，不是说整个结束。我是来得及哦。我天哪，现在都对我这么不客气的吗？神社のチンチクリン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リーチよ。用冲的啊，冲你个头啦，冲！啊，冲你个头！啊，繁星好凶哦，乱冲会出事哦。话说，你说，
好久没看到小木木了。你为什么都要加个小啦？这样你想他了。王者约会吧，不知道哎、欸。最後の十枚になっても、わらわは緊張しない。全然緊張してないぞ。魔鬼。欸、安全的、安全的。嗯。脳天。为什么夜月头像不一样啊？还有很多账号，还有很多人格，看你今天想跟哪个对话，他可以去开一支来跟你聊天。懂吗？那你今天想跟哪个夜月聊天，他就去开那个账号过来。有个早，哎、欸，馒头是不是？我有另外一个想法，混一色啊，好，就决定了，我们往混一色出发，往幸福出发吧，勇敢去找。让自己能发亮的地方。结果今天有上班吗？混一色是什么？混一色就是混一色啊。理解。没啊，你放假。你想庆祝你重回了自由，对呼朋引伴要玩个够，为我们共修好久的友情加油。他说想庆祝最远的，哎，我怎么唱啊？哎呦！以为我死了，死了没？还没？来吧，决斗吧，日麻新手。最後の10枚になっても400 VS 26000，好刺激呀、啊！岭上开花没有？白板在谁手上？不会在你手上吧？你个老狐狸！哈哈哈哈哈！都不要。
你个老狐狸！力气一发，ツモチートイドラニ。好了，感谢感谢，我要去尿尿了，点快一点。没事，没飞都没事啊！感谢啊 ，I am Moze， 感谢菜鸟，感谢日麻新手，好，我去拿东西了，先去尿尿。啊，没事啦，活下来了啦，怎么会有事嘞？我回来了，抱歉，久等了，尿有点多。哎呦喂啊！我回来了，回来了。好，通通踢掉，通通踢掉。东四，我是东四刘菊强啊，听起来应该要过场比较有用。我觉得。河道追一个棒出来就开始抢了啦，嗯，哇哈哈哈哈哈哈，哇，开心开心，打牌时我很开心，但我开始抢人还没走啊。啊，我就说有时候会踢得快一点嘛，你就要抓我踢的那个 moment 有吗？ moment 是什么？其实我不知道，但听他们都是这样用的，还是踢的那个 tempo。我要把北了哦。
我是很久没玩鬼抓人了、啊。Moment， 嗯，好好好好，对不对？英文还是有在进步的嘛。那最近还有更新或改版吗？还是你们想玩什么公关？太坏了，那公关，我觉得，虽然很多已经陆续有人都在开台在玩，但是我觉得那个还是真的。不要开台玩会真的比较好。これも勝利のために必要なこと。我只好杠了啦，不好意思啦，来吧。公关我玩不了，没有公关那个也只有六个人啊，而且有时候内容有我也因为我不喜欢玩太政治的那些东西啊。看来这款很快就结束，没有，搞不好留局哦。房间有时候还会坏掉，嘿啊！然后又提到稍早，雷昨天哎、欸、前天有聊的那个拼图，还是昨天？那拼图有些说要付费啊，有些是免费的。然后基于这一点，又觉得啊，拼图就再缓缓吧。神社のチンチクリン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嗯，来，请问呆鱼，你脚下的是谁啊？拼图很适合加班台。主播那边还有下雨吗？有啊。我们上次四个人玩五百片，拼了五小时左右。五百片五小时，那很快欸。手机还是电脑游戏，电脑游戏，所以才跟你们讲说，要买电脑了啦，不要只靠手机啊，不然很多东西你们也玩不了。手机方便，但很多游戏还是玩不了的、啊。四暗课被自己丢了两暗课，你吗？来，张光宇，我拍拍你，虽然不知道你是谁。七，砰！那虽然你不知道你是谁，但可以上光宇来抱抱。主播那边有好吃的吗？你想吃什么？你想吃的我都没有。
有什么好吃的哦？下面不错，我蛮喜欢吃面的啦。午餐，阿给蛋饼阿给，请不要怀疑我发车。我最近在看一个叫做乌台的，就是一个小餐车，真的就是那种很像指令方块，就它可以盖出类似像有三乘三乘三的方那个屋子。最近在 YT 上面都在看这个东西，然后里面可能是卖什么大铁板烧啊，不然就是那个甜不辣啊、关东煮啊，还是一些卖酒饮的。我阿给都是哪一家？吴家的，吴记啊，对不起，吴记阿给，不是啊，你问那么多，你是真的会来吃吗？而且你又知道我住哪边哦？没有啊，不是怎么讲？真的跟你讲，你有办法来吃吗？对吧？我南风是不是在你手上啊 ？PP。PP， 我的南风是不是在你手上啊 ？PP， 抢房喽！哎，九九小六，拜拜。哎，等一下，九九，对不起，抱歉，那个。下一场让你先抢，抱歉。我应该是误踢了吧？有吗？九九，抱歉，九九，你回来，不要难过。我误踢到了吗？哦，没有啦，没有啦，没有啦，没有。九九啊，我们待会见，好不好？不要难过了啦。好啦，九九，多大的人了？可是九九，你有我好友啊，有的话你开一间，你等一下邀我好了。
对啊，就是他前面的我都踢掉啊！不要抢进来要跟我哭说，刚才竟然说什么？请问繁星的台有什么台规吗？不，打麻有什么规则吗？为什么进去就被踢了？对，就是因为你们都用那小正太，害我以为我想要踢掉九九，发现哎、欸、不对，六六还在，然后就发现事情不妙了，发现事情不太妙。神に好かれておらぬ灰なぞ、いくら来ても同じなのじゃ。是因为词根一样，懂吗？我进来前先想好自己 skin 有没有跟同桌的人撞场啊，撞 skin， 不小心的啦。啊，我要去玩。组件破坏彩券了，好的，待て、ポン。哎、欸，好啦，你们先跑，我先回去好了。我们没办法一直看画面，我先回去喽。白鱼佩佩，拜拜。等一下抱抱回家再抱。最後の10枚になっても、わらわは緊張しない。全然緊張してないぞ。还特别换角，对啊，没办法啊，认角色不认 ID 的。这两个有鬼呀、啊！我没有注意到啊，他们是联动脚啊！真母，为什么我们刚刚没有这么漂亮呢？啊，一定是我太想出去让九九进来了。而且我庄家哎、欸，敢哭，哭了。哦、嗯，是谁？蚊子。我们刚刚到底在干嘛？卖萌吧。除了卖萌，我想不到更好的方式来解释我们该干嘛。啊，咱们刚才干啥？干啥子啊？五六
蹦。你说 CP 同心是不是？リーチ。行かせてもらう。リーチ。神社のチンチクリン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干嘛啦？嗯干嗯干。白目自乐啦，好，下一场九九先来哦，九九以外的都踢哦。リーチ、ドラ、ドラ、マンガン。那明明就很小，生徒会長たる明明就很小的牌。哎，进来了哎，啊，很会抢嘛，我的天哪！感谢教主，不会不会不会，没事，受伤的一个人就够了。那个停顿的真的很有魅力耶，很白目好不好？就，嗯，感谢，不会不会，谢谢谢谢。但体验有点短。百年酷。你帮九九早点进场。哼，先吃午餐了，好，拜拜，瑶瑶，拜拜。做什么诡异的奶茶？陈安安，愿叔安安。啊！これも勝利のために必要なこと。鬼叫什么？リーチ、勝つためだよ。哦，死定了，死定了。
最後の10枚になっても、ファラバは緊張しない。全然緊張してないぞ。ロン。什么东西？神社のチンチクリン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没得错，哪一张六？六一。脳天。陈夜萌上线了，陈夜萌来，陈夜萌，哎，搞错人了，抱歉，陈夜萌来，哎、欸，哭啊！没事，抱歉，玩到发呆了，抱歉，抱歉。我想问个问题哦、喔。因为我电脑有 SSD。可是最近我重开机后电脑跑得特别特别慢，像怎么说，我重开机后我的电脑跑大概快五分钟六分钟才开好机，这是什么原因？电脑中毒吗还是什么？因为其实最近剪辑软体那个导出有开始有觉得开始变久了，然后最近 OBS 不是常我说那个按开台录影的时候，那个录制一直卡在 0.1 秒，啊每次都要重开机才会好好，但是重开机就会变得说有时候5分钟有时候10分钟才好，我都洗好澡它还没跑好，硬碟空间还很空，超级空。塞满了，比我平时脑袋还要空。
电脑中毒也有可能。哦，好烦哦！我没有，你有没有在干嘛？我怎么会中毒嘞？啊，气死！还是我的电脑被抓去挖矿了，太黑糖了，是不是有可能拿去给专业人士检查比较好？但我据我所知，听说淡水没有专业的人士，不是啊，都很坑。对一个电脑苦手来说，真的很痛苦欸。因为你看哦，我玩抓鬼，我也是几乎也常常都是最后一个进去的嘛，对不对？可是我那时候跟蔡渣他们玩的时候，我也是每次都是最后一个进去的。那时候就是那时候，那时候我记得我是装 SSD 在那个游戏那个啦啦啦，装 SSD 装在那个啊不游戏 SSD 是装在那个不啦啦啦，抓鬼是装在 SSD 里面的、啊，可是就那时候很卡。那卡到最后电脑炸掉，叫哥哥换电脑了，什么意思？你什么意思？リーチ、勝つためだよ。リーチ、ロン、マジ。神社のチンチクリン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我不是专业人士，可能要问看别人。来，没事啊，没事啊。ランなんやとあ、中礼宝牌了哦。一発。中了八万礼宝牌吧。ドラ。ハネマン。リーチ一発。ドラに漫画リーチドラさん漫画哦，两桶，二桶，呆鱼抱抱，呆鱼抱抱，呆鱼抱抱。SSD 啊，我这个我就不了解了，对不起，我装什么 SSD 我也不知道。那个这个可能要请个懂电脑的妹子来我家了。不过 SSD 读写还要看内容的读写，没有，因为我。之前重开机很快啊，就是去年嘛，我是这个月开始重开机，我才发现它超级慢。因为有一次是我那时候开轻松末日的时候，那时候好像上个月吧，上个月开轻松末日的时候，我发现跑得特慢。理解。啊，轻松末日跑得贼慢，然后就发现不对劲哦。然后是最近开始越开越慢，我才想到底发生什么事。话说，我是觉得要和之前不应该贴表情的群在嘲讽，有点像教主的道歉啊。话说，我觉得要合牌之前不应该贴表情，感觉太嘲讽，有点像教主道歉。哪一点？
刚刚怎么了？我不是，我刚刚说的白目是那个啦，他那个语音太白目了啦，我忘记那时候是什么。我不是说你白目，我是说那个他的语音出现的时候有点延迟，就是很白目。我不是说你啦，不是说你人白目啦，我也喜欢合拍的时候点这个啊。你干嘛道歉 ？SSD 只放开机程式就好，其他不放。再买 SSD 放其他程式什么意思？没事啊，搞不好我真的也没有装那个在里面啊，没有。我应该是没有，游戏应该是没有装在 SSD 里啊。对吧？哎 ，Ruben 没事啦。那只角色讲话会有点停顿停顿的，我觉得很白目而已。这样你很在意吗？没有啦，这没怎样啦，不用道歉啦。生日的时候再送我一年份的那个就好了。呆鱼，这次还没报到，呆鱼你在哪？你还在玩 Switch 哦？那个行为段位看到会超嘲讽的，没事啊，这不是段位啊，你就嘲讽他们吧。这三个如果其中一个出问题，很容易开机慢哦。有没有三人抱抱的案件？三个人一起抱抱。一起，次诺，哆啦，哆啦，忙干。待一年的。没有，他那时候送我一年份的，我真的是吓到。低调。啊，眷属奉天西冥，啊，换角色好了。哦，名字好像。哎、欸，无意耶，是可爱的小无意，进不去，没事没事。什么异星？他是异星哦。快点，带你去睡觉了，是不是？先说哥哥电脑的规格吧，什么意思？没有啦，规格我不知道啦。没事没事，无意是你。还有，我没有啊，我没有。请问我们现在话题到哪里？没事啊，电脑我晚点再重开机看看，不行我再清。请其他人帮我看我的规格吧。怪人应该懂吧？就是可能要截后台还是什么？残してもしょうがないから。我没有要去睡觉，你给我去睡觉。你已经睡起来很累了，你该睡了。装在主板的 SSD 读3000以上的，脑袋爆炸了。你只懂一点点，那没关系，我找五娃好了，我们兔窝懂电脑。没有、啊，就是睡太饱会累啊，对不对？睡太久会累，那只好去休息。那休息起来又觉得可能太累了，然后再回去休息一次。ランです。我自己刷，我自己刷，我自己刷，我自己来，我自己来。我自己来，我其实没有要合的，我刚才关手机。
我在登出光遇，你真的合了，我没有想合，我刚刚都把这个顺子打掉了哦。我刚刚都打掉那个，就是想拼碰碰嘛。哎呦，没有啊，我是想拼四暗克，不四杠子的。我真的合了，哇！你太凶了、啊，你真的给我合下去了。噔噔噔噔啊！魔力宝贝，魔力宝贝。反正要看配置，左下角那个窗口右键图案光绿源，这个。我关台后再看吧。立起，弄。台主安安，你好，你好，你好。那个谁，刚刚有一位原那个啊，这位台主电脑不是很强，不是说不是很强，是非常烂，好吧？对，所以你可能跟我讲一些电脑术语啊，或是一些我真的听不懂，我很抱歉。身为一个实况主还不懂电脑，还有谁？那位刚刚也很热心的是，刚刚那个热心的，我总算找不到。刚还有在聊啊，那个林之恒吗？感谢感谢。我就想说你不会合的，我不会合好吗？啊，宁可错失机会，也不想丑一回。对，宁可最后听牌，也不想要丑那么一回。人生的污点。不然哥哥可以上网去查趋势科技线上扫毒看看，叫什么趋势科技线上扫毒吗？好啊，感谢哦。好，我先留着，关台后再来看。我觉得中毒机会蛮大的啦，因为我这台电脑是给当时是那个啥，给那个电器，不是电器啊，就电脑装组装帮我重新弄电脑的人。一开始本来没有要的，后面是不知道为什么后面就电脑爆，就真的是炸了，炸了逼不得已就重关。哦，那时候好难过哦。那时候就其实有想到说啊，如果万一重关啊，那些什么软体设备什么之类的要怎么弄？这是什么东西？资深护士。我发现我的电脑里面是个毒窟，里面已经潜藏了一大堆了。哎，发现电脑都是毒窟，哇，好恐怖哦！是说还有谁没玩到吗？一定还有很多人啊，只是哦，但也太久发作了吧？发作什么？你说毒吗？啊，鸭子，你就好好去画画吧，鸭子。你说要把我头发弄短是什么意思？我突然想到以前看到一个梗，黑客入侵你的电脑，一个很久以前的病毒，然后就在你的电脑里面后台。玩啥日吗？魔物猎人啊，可以吗？哦，你想玩魔物猎人，然后有事没事你的电脑抓那些稀有病，好啊。不知道最近看你们都玩那样子，我想说啊，好，你们玩好了，我融入不了，我走。这不再是我的群主了，我离开了。是吗？玩完我就去画画，那你要抢得到啊，鸭子，你要抢得到啊！哀嚎，你这人家怎么哀嚎鸭子哦？
欸，是你 po 那种猛禽的画法吗？是你吧？嚎叫鸭子哦，以后我跟教主一起魔物约会了，哼，不可能。怎么会有线上免费扫毒这么方便的东西？残してもしょうがないから。结果线上扫毒，里面就有病毒，不笑死。リーチに入る。最後まで頑張ります。只帮你扫毒，不帮你清，是吗？是这个、喔？有空吗？我就已经三开了，你要我怎么？罗诺顿啊，金卫士，他都还蛮不值得，然后还蛮不错的。以前就是那些帮忙弄电脑的人帮你装电脑扫毒，结果东西被绑架。对啊，就每次越扫越慢啊。电脑本身扫毒的是什么？要看电脑本身有没有，是不是？搜寻防毒软体。啊，这个私下观台在用呢，我要烦一阵子。我直接付费买一年防毒软体，500台币左右。电脑就防火墙。360每次装一堆没用的东西，然后还绑架。布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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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ツノニャ。啊，东山了我好丑，什么都没糊到、喔。东西，你长得好普通，完全没东山的感觉。对啊，
残してもしょうがないから。我一直差点就加信，不要再诱惑我了，信。第一次载3620跑是些奇怪的东西。我那时候也是想说，很早前啊，很早之前，就是那时候电脑还在 Win7 的时候，那时候就是什么都不懂，想说赶快载个防毒软体来用好了，那就。怎么网络上搞各种的，就有些人会说我推什么360什么之类的，才知道那个是都是假的，就想说自己被害过，然后去网络伤害其他人啊，不然就什么小红伞还是什么的。看，但我好想要，好想要现在直接关台去检查电脑，那已经我的代表角色了。啊，看不到了。小马尾。哎，番茄，你有空吗？弟在跟我说他最近在看那个嘛，那个孔明，欸，他说他现在看到第九集，我说我只看到第四集，想说后面一次补。他问我说那还会出吗？我说通常一个番都是12-14集，应该还有吧，应该还会出吧。别人是卡巴内里，你是卡门内里，什么意思？哦，卡门内里有白痴哦。Leech。马上关店，没有啦，是因为刚刚我姐问我说，欸，要付那个装备的钱，叫我开角色上去。我说没事啊，可以叫番茄给啊。才问你说有没有空，没空就算了，就是叫那个什么，而且那个帮忙做装备的刚好要去睡了。孔明有12集，我知道有12集啊，是确定是12集吗？嗯，懂吗？漫画出很久。是吗？嗯，漫画。
哇，突然跟我弟解释动漫这个东西，突然觉得好好好奇怪哦。因为其实我弟，我记得有印象以来，他最后一次动漫应该就是轻音部了，因为当时。当时轻音部是他跟我一起看的，而因此他买了吉他还是什么的。路难咯，为什么跟你玩都会路难啦？有病哦、喔！为什么这一？呀，原来已经冬四了，这样子哇，好恐怖哦、喔！对，所以轻音部也十几年了，不是吗？你们看，不是我不跟你们玩，是有绑匪啊，有绑匪在啊，还是东东啊，嗯，啊，而且没有办法。前几天家人问动漫是什么，你说会动的漫画啊，你就说不适合小朋友看的卡通。这样讲好像也不对齁，不适合国中以下小朋友看的卡通，应该国中可以吧，比如说保护级动漫是保护级的卡通，应该可以吧。问你为什么？你为什么不问他们两个是不是故意卡两个九万？我不知道。啊，他们两个就合牌了啊！你又没开台，你怎么知道？哎、欸，结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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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这个不用在意输赢了，他赢了，我们离开吧。柯南也算动画吧？动漫？对啊，啊是啊。是说有人会介意动漫被说成卡通吗？有哦，我赢了，走喽。按级别，我觉得是要看那个哎、欸，动漫在他心中的哎、欸、地位程度的高低有没有？就像对于全婆侠来说，也不是全婆侠，对不起。每集电影都要爆炸，还好吧？欸，哭啊！好了啦，西敏，下来啦。あ、ツモです。耶，赢过西敏啦！各位，赢了西敏。因为卡通跟动漫不一样，对啊。就像怎么讲，人家说的插画家跟漫画家是不一样的。你今天用一个画风很漂亮的去画漫画，他不一定画得出来。MZ， 嘿嘿，就跟珍珠美人鱼看漫画一样有差别。对啊。
你看，青樱步，樱步是不是看动画才可以听歌？哎，鞋起沙小了，踢掉了，踢掉了，踢掉了。不是真不真的问题，是两个实际就不同，对吧、啊？就是懂的人应该这样讲什么？哎、欸，像今天好，在绘师界，因为其实老实说，我们会画画的人都有一些共通的雷点，比如说什么，来哦，黑糖，我讲这个看你会不会气死。今天有人找你画委托，你要跟他要人设图，对不对？但是他是用的纸娃娃系统捏出来的人设，说那是他的人设，你会不会生气？因为不是说生气，你会不会觉得很不想画，很不想接这个单？抢不到你画图去，哎呀，你乖啦，不然等一下你去 FB po 文 po 个边缘人，没有人陪我打麻将之类的。然后我就进去了，就纸娃娃，就可能你一样这张脸，对不对？啊，只是发型可以随便改，然后头饰随便改，然后就随便捏一捏，就说这是你的人设。那对这个就是有些你们可能觉得有些人觉得无所谓，啊，可是在我们一些比较有在画图那些的眼中，觉得。看到这种状况，我就觉得很不想接这个单。然后再来可能是网络上不是有什么画图神器什么之类的吗？就是你只要把什么东西印出来垫在上面，然后照着描就好了。哦，拜托，那叫描图神器好不好？什么画图神器啊？所以那些什么给上幼稚园国小的小朋友画画，然后他说马上就可以画出一张一模一样的图。我说干。描图欸，那是描图欸，不是画图欸，先生，描图，描图。我会画画的话，纸娃娃还是比较好，但是尽量还是不要用比较好，因为纸娃娃的，对啊，就是因为纸娃娃是每个人都捏得出来还是什么？我也是说，你就是自己也手动画个大概，或是你给我那个详细一点的，就是资料配件嘛，什么可能蝴蝶结要大一点啊，什么颜色的啊。好，西米晚安。好啦，黑糖，不要生气啦。两个过三十的，还有一个加十的，聊少女动画正常吗？还行啊。你看我还不是我玩游戏。我弟他们说两个过三十岁的在那边聊珍珠美人鱼青樱步的对嘛，我说还行吧。哎，那再来就是每个领域的接受程度不一样啊，就像可能会就像好啦，那个像光遇好了，他明明这一次出的是贝斯吧，然后却被说吉他，你就知道对音乐人来说这是多会多激动了，对不对？那种乐器明明就是不一样的东西啊，却说差不多，反正都是吉他还是什么，你会看多火爆。我没有生气了，好啦，你看黑糖生气了啦，你们教主你姐姐在哪里？没有，那个去睡了，去休息了，所以不用了，不用了啊，你上线了、喔，休息了啦，休息了。那个帮我们做装备的休息，他说晚一点去找我姐，我姐自己会去弄那个。哦，原来有同顺哦、喔。你都在采花啊，所以我刚问你在不在啊，所以我刚刚有没有问你在不在，我有问嘛，对不对？我有问啊，啊你刚刚有没有回我在不在，你没有啊，怕我生气了哦、喔、我们一起去女仆咖啡厅，我自己真有我弟找我去女仆咖啡厅啊，虽然有几个粉丝有开做，没起用。
我想说你这么多钱，这么多钱买个女仆啊，我弟偷了一袋钱，就一折 一叠折起来的钱给我看，说走我们去女仆咖啡厅，他看就知道是网路上搜图搜下来的。我就说北七哦，然后食材比我想象中的还贵，什么食材？没有啊，小事啊，没有啊，大事小事，没有没有没有，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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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不好他们也在做啊，对不对？好嘛，再来个男嘛，大家西就回来了，好不好？动，我炫富物自己出来做，四到五天就可以做，那么多钱。啊，月租，我刚才说月租女仆什么意思？没有，就是买个佣人啊。你做什么？讲好听点啦，难听点叫做。备用，他刚刚想说能干什么？我说没有啊，好听一点叫做女仆，难听点叫做备用，外籍劳工，外籍劳工。我家那位不容许其他女生，那难用啊。静，你确定教主看到不会直接跑掉吗？看什么东西？番茄月穿女仆装去教主去女仆咖啡厅吗？不是啊，如果知道他在那一间的话，我干嘛要出去啊？讲什么？我为什么要为了番茄跑那一趟？帮他租一个，我可以就租一个。你终于死了吧，喜羊羊，赌到你了吧？然后开始抢喽，开始抢喽！おかげさまで勝つことができました。拜拜，喜羊羊，拜拜，滋滋。哎、欸，哦哦哦，餐厅。金鱼一个小正太给他。小正太干嘛吃？跟他打架吗？哦，那叫我弟去看《间谍加加九》啊，让他看一下。最近还有一个蛮好看的啊，间谍加加，什么晨晨也有玩。陈也有玩，哎、欸，没抢到真的不要难过，我也很难过，好吗？我已经
想办法在东一死掉，或是把他们打飞。不然你要想一下哦，今天要嘛，你看我早点死掉，你们抢进来，但是我又早点死掉的话，你们根本没有玩到啊。所以就是大家尊重大家啦。今天喜羊羊也是飞得很开心吧，对吧，喜羊羊？从来没有看过你笑得那么灿烂过。你说你要给爸爸什么？给爸爸一个钱啊。是哦，你要的，你的存钱筒要给爸爸。哇，我弟的声音听好累哦。声音，哎，好累啊。然后我在，我在聊他女儿。我虽然他女儿很凶啊，但是还是很体贴。他女儿真的很凶哦，会打人呢。那你先忙。好。一直都有玩，只是没上线，当百事用。没事没事。然后百事能干嘛吗？它是一个可乐，对不对？你把一个可乐摆在桌上，就是百事可乐。我好幽默，繁星，你好幽默。可乐只能拿来摆事。哦吼，你好幽默。我才哭吧，跟教主玩从来没有过东山。哎、欸，你要不要看一下你合的牌多大啊？都有人被尾刀的好吗？你都在那边间接杀人呢、欸，好冷的笑话，怎么了？你又想画出来了吗？你先忙啦，你先忙啦。好叫鸭子，你先忙。好叫鸭子，我要叫了哦。Long this. 我要个栗子，然后一杯口没了。你都喝小居居，我怎么印象你都很大牌？你不是也在场外喝什么锅那个吗？大四喜吗？我记得那时候你在场外不是有场外大四喜？想骗我？吃完午餐回来了，欢迎回来。你再这样子，我就要叫喽。你要叫什么？你想叫什么？那是场外哦。哇哦！你看这个，看到这个，我这样。有时候怕呼太大声会爆音，没了。哦，送的哦，啊，其实位牌也好啦，就是有增加，有没有增加这个场数合番的次数？你看这个多凑一些，你的那个履历上面就可以说我合过大四喜自一色什么之类的，然后就把我的那个影片连接贴给老板看。就是这一场，哎呦，你跟繁星打过哎，对，那繁星推荐。哇，完美，繁星推荐。乖乖啊，今天不适合唱歌。哇，我怎么最近这么幽默啊？谁要开场外？你开嘛，你开我帮你广播啊！就有人手痒会想进去怼你，哈哈，怼你。我上次好像记得一个更扯的，妈，我就在里面打牌，他也在我的对家还是什么？
就在已经在场内，已经先说场外准备，忘记谁了，嚣张，还是因为我做梦啊？我最近好容易梦到一些梦，篡改我的记忆哦。爱情是你独特的味道，在我心中围绕，没有人，别人都。到时候才发现老板有在看繁星直播，我说抓到了，我你有可能在，可能又，如果是退群的话比较好抓人、啊、因为退群你打个小老鼠就可以出现那个看台人的 ID， 可能老板来抓人的时候就会小老鼠，然后 take 你的名字。我之前就遇到一个很好笑的啊，很早以前啊，有人就跑来我的台，然后 take 一个真的是中文名字哦，打死他应该也不是 take 到、啊、他就直接讲本名。比如说王小明好了，王小明写作业了没？就直接在我聊天室这样找人，然后就在聊天室那时候笑得很开心。备注点数1000，一局定胜负。我其实有这样想哎、欸，要不然就是我们就开个就东那个就也是东一，然后我把就是分数调很低，然后就是飞的人出去，然后没有飞的留下来。啊，今天我飞的话，你们三个就继续留下来，这样子。我本来有这样想过，可是这样飞得很可怜的、欸。要讲什么过瘾场？有一局设定啊，我知道啊，我知道啊。可是这样子，你们会玩得过瘾吗？那个被飞的人也很可怜的、欸。如果你们 OK 的话，我们改天再来玩啊。爱情是你独特的味道。哎，快点了哎！教主，我可以问个路痴问题吗？你问了有用吗？你说东南西北在哪边？我回答你有用吗？哇哦！清一色，地宝牌，不要，我们来吧。最后的四战课又要来了。他、啊、怎么嘎嘎换这只角色？围村在哪里？围村就是那个啊，沙莲娜，就海洞前面那个村庄叫围洞啊。你要去干嘛？你要去采集哦。围村就是那个啊，过围洞之后往下走嘛，外面有红帽哥布林跟黄色口臭鬼那个啊。然后再过去就是打水龙蜥跟那个蜥蜴战士那个啊，这不是就职任务哦哦，那没错啊，就是最后要送花送什么咖喱的嘛，要怎么过去打熊弟那边吗？那边不是围村欸，那边是什么雅村吧，雅流特村，你是不是记错了？那个是雅流特村欸。你到底是要问哪个问题啊？是围村还是雅村？不是，你问题也太白痴了吧，完全是不同的村庄欸。你现在就职到哪边啊？
你搜寻你的脑袋。围村就是打熊哥之前的那个洞，有吗？我们今天不是，我们那天不是打树老吗？要去拿火把的那个洞，那个村庄。阿雅村的话是那个去奇怪洞穴学明镜止水的那个地方，你这样 OK 吗？你的小脑袋瓜还行吗？可以开导航还是不行？我们正式服的魔力宝贝没有导航的功能。你的小脑袋瓜还行吗？我知道啊，可是从法兰城怎么走过去？往右边走啊，往右边走啊。你就从西门嘛，不，东，东南，南门，东南西北，对，南，就往右下角走，右下角有个洞穴，然后不是说要20等以上或是采集3等以上才能过吗？哦，白痴，你就直接说法兰城往哪边走去找围洞就好了，绕那么大圈。我要自摸咯，拜托自摸。双手合十，我以为现实哪边有围洞围村，现实有怪可以打，也太恐怖了吧。洞宝不是会保护吗？你看魔物猎人，如果是以魔物猎人来说，那些魔物很可怜呢、欸，为什么都要杀他们呢、啊？我想到、欸，我逃出好像没有买衣服哎、欸，然后去帮他买一套。还有哎、欸、呀、啊。啊、你怎么？你是最后才摸到男哦？我是不是刚差一爆伤响啊？好恐怖哦！你是不是刚刚很？你刚刚是骂脏话了？是哦，不 Q 不 Q。除逃，逃出，我没有那只角色，我不会念哦。你现在怎样？你现在是翅膀硬了吗？啊，萌性，你现在是会顶嘴了哦！啊，你获得了教主的免费踢人券一张，下次看到你先踢了你再说。啊，请提醒我，就说。欸，教主上次不是说要提醒吗？哦，对耶，想起来了，谢谢谢谢提醒。耶、欸，内有春娇，你是在勾引我吗？哎、欸，春娇不是不会玩吗？青椒不是不玩日马吗？欸，青椒有在台吗 ？Hello Hello， 青椒，我在对你挥手，有没有看到？我教他，哇，有，加油哦！如果他不会教的话，你跟我说，我来教你。有哪里？什么哪里？欸，干！还我九条！是你逼我的，真的不会教欸，他讲的我都听不懂。有没有 DC？ 有的话，我可以教你慢慢教啊，可以加你，然后慢慢教。你已经尽力了。哇、wow、哦，马同学拜。
好啦，等一下最后一场了哦，我要休息弄电脑。感谢忘不知道你是谁。啊，感谢嘎嘎，感谢马同学，我看一下你是谁哦。感谢蔡勋、蔡奇勋啊，谢谢。一。好了，这是最后一场。你说从来没打到东山是不是？来，我们破除魔咒看看。换一只。突然想到一件事情，请问，想请教个问题，就是声音判断年纪，能从声音来判断对方年纪大概在哪里吗？当然不可能啊。你要怎么判断？对啊，因为声线是每个人不同的东西，你不会因为声线，你看一下那些配音员声优，他们是几岁，对不对？你要怎么从声音去判断他们几岁？他们可罗可玉可病哎、欸，你看看西敏，他讲话那个声音听起来就是很老，啊，可是他唱起歌来又变成很玉。啊，人称傻白甜大姐，他自称啊，不是人称，他自称，啊，自称傻白甜大姐。Oh my god， 对不对 ？Oh my god。我觉得我声音也很老啊，对啊，黑月其实你还蛮年轻的呢，当时啊，那时候见到黑月的时候是觉得他年纪很小。还有他去睡了，你说谁？哦，西敏哦，我听到我的声音。觉得还好，对不对？从台上听到自己声音，一定很好笑啊，很正常啊。子瑶被 YT 说成未成年哦，对啊，子瑶也说他已经出社会一段时间了吧？是多段时间我不知道啊，暗刻。啊，完蛋了！怎么 YT 认为未成年？不是啊，就是你的声音太年轻了，然后他可能真的是觉得你就是小朋友在唱歌。啊，或者是刚好录到有可能背景音乐有版权，不是啊，那个原因我还没有找到，就是收不到声音，对吧？就是你那部影片就是会一直有那个那时候我不是说你已经重新开启留言四五次了吗？我刚好听到狗被黏到的声音。哇哦！哎，你是不是这样子拖时间拖到东二局的啊？不优哦，这样不优哦，你这样不酷哦。我才15，出门被人认为是人妻，真的假的？我可以看你照片吗？人妻是怎样的人妻？你15岁，你是长得很高吗？
没有，我只是很好奇，我没有想干嘛，我很好奇。心を沈めねば。我以前21岁，被认为16岁，啊，拜托，我那时候也是21岁，也是被认为那个小你，反正你再过个30岁，你看看你会不会被认为是20几岁了？应该说，你看看你过了35岁过后，你还会不会被认为是，懂吗？因为其实10几岁跟20几岁差异不大、啊。你那时候也是细胞还在活化的时候啊，你开始细胞老化的时候，出门被认为国中生。哎，我真的没看过你哎，虽然你那时候说你躲在变电箱后面，我真的是没有看过哎，没看过你的。没有很高就声线和气质，讲话已经结婚了哦？你是说声音吗？还是讲话听起来？靠，打错了吧？其实我是觉得哈记真的要少吃油炸类的食物了。记，太常说他自己已经是30几岁的中年大叔了，那可是他好像只大团团1岁吧。才2岁，对，所以其实真的年纪到了，真的要开始走养生路线了啊！多吃蔬果，多喝水什么的。就讲话的声音不太像这个年纪的人是怎样？是讲话是像这样子吗？麻辣天后宫，我干，我怎么那么坏啊？我几个月前还被叫小弟弟，你现在还是小弟弟啊？那你那么小，突然想到你们对女生的高是什么定义？什么高？你说身高还是音高？真音高还是身高高？身高哦，我觉得我的话嘛，我觉得160以上其实就很高了，哎，应该说165以上其实就很高了，哎，我觉得啦，我个人，而且是看男生的身高决定吧。你看，可能有人是160公分的男生就觉得160就很高了，比我高的都算高哦。对啊，哎，正听，什么都正听啊，都给你正听啊。刚好165，那你算什么？你什么算什么？你有173，那你真的很高欸。等一下，你15岁173哦。欸，你比我高欸。欸，晨晨你比我高欸。你高我1公分。哇塞。
我觉得我好矮，没事啦。哎、欸，我真的讲真的，大多数好不好？ 90% 以上的男生还是会喜欢比较娇小矮小的女生。不代表说不喜欢那个啦，长得高的啦。你在班上被称为女巨人的人，哇，那你会灌篮吗？还是你会杀球？通常你们这么高的，不是都会在校队还是什么篮球队或排球队吗？会吗？还是这是我的刻板印象？没事，你很胖，什么意思？你多胖？你会灌篮？哇塞，好帅哦！你好帅哦！我希望你可以有165。那请问子瑶，你有160吗？哎、欸，你撑到东三局了、哦，不要再说没有玩到东三局哦。啊！你有81公斤，那我可以问个很私人的问题吗？可是这个我还是私下问你好了。那你怎么办？你185，你也是巨人吧？你老实讲，你是不是巨人？没事啊，我们有一个干爹叫 M 的192，哎、欸，走到他旁边真的很有那种压迫感。我那时候就叫他很喜欢 coser， 我就叫他说你去 coser 那个啦，宝可梦的那个补给站，你就在移动补给站也不错啊。你超胖，我想说会不会是因为胸部太大还是什么的？因为女生胸部也是算在那个嘛体重上啊。我这时间在开雀魂，要关了，要关了，要关了。你才刚来，没事，我感受得到你才刚来。打了快三小时，打了快四小时麻将了。神社のチンチクリン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你低照呗，哇，你这样讲出来哦，我的天啊，抱歉，抱歉，让你说出了你的尺寸，抱歉，抱歉。啊，被讲巨人很受伤吧？还是你觉得已经还好了？没事，你很开放。不行，你不能太开放。男生不是不能问女生多大吗？我觉得就看人吧，就看个性啊，看问的人白不白目啊。就像我。讲白目如我，女生在意也是要看问的那个人呢、欸。他如果真的很不愿意讲的话，表示他真的很在意啊。对啊，有些女生个性可能比较像男生，还是什么不在意体重、不在意什么外表的，他就很随意啊，对不对？还蛮多，就那种啊，当哥们的那种、啊，有没有？我把你当哥们啊，你把我当什么？然后问一问，问到后面就说好，我只是个工具人，你根本就不爱我，只喜欢跟别的男生玩。主要是被问习惯了，什么东西？你看，你活到东四局了啊！你已经、啊、靠岸道，你已经没有前科了哦啊！恭喜你活到东四局。
然后想尿尿了。好啦，这是最后一场了，我等下顺便要去尿尿。血血什么胸的大小啦，熊的大小，我也想说什么是熊的大小。我说熊很大哦。心を沈めねば。刚刚不是尿了吗？我都有在喝水，好吗？有讲真的，我现在痘痘好很多，要不是因为那颗囊肿在，不然我可能真的有打算要露脸，没有到露脸啊，可能戴个口罩啊，学番茄嘛，学我们的番茄大大戴着口罩开台啊，戴口罩开台。我学人精，有点自己的特色好吗？看到前面身高153，哎、欸，我好矮，你多高啊？你这些矮子多矮，没礼貌。至少我还有冷气，你会中暑吧？谁？很闷，你确定？那大不了不要照脸嘛啊！我确定啊，我又不是没戴过口罩。痛！我是在碰沙小，我是在碰沙，就不能吃爆米花了哎、欸。嗯？为什么不能？明明就可以，戴口罩都可以喝饮料了，吃爆米花有什么难的？拜托。我那时候在超商戴口罩，一戴就戴了三四年了。番茄戴有开镜头，我戴没有开。好啊，那我不开了，我不开镜头了。喝饮料还能戴口罩喝？可以啊，你就下巴那个部分的往下往前推一下啊，啊口罩就可以从里面吸了啊。那想什么？干嘛想那么难？哦，难来了，干嘛想的那么难？所以你要开哦，请开，开什么？你没钱娶对象，没办法喊出声。有啦，有了，我一夜致富了，看到没有？这就是中乐透了啊！我中乐透后的样子啊！可是没办法合牌，有吗？你现在是有钱，还没有老婆过来。哎、欸，有了有了，自己找到老婆了，啊，自己找到老婆了啊！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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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绑架了吗？葡萄酒，加油，葡萄酒！我试过口罩吹气球，吹爆气球，吹了，妈小。葡萄酒，加油，葡萄酒！完了！哇，差三百分，差三百分！哎呀！南ドラ六ドラ百万。一二三四，看来太积极不是好事。什么太积极？怎么个积极法啊？积极法，
原本说好的东山要渡南了。对啊，你看，你看，你一开始就体验的这么棒的，什么？一体验就体验到男一了，哎，太老，太积极找老婆入男，哎。没事没事没事，速攻魔法，翻开覆盖的魔法卡。你要想一下，我从男一，不啦，我从东一憋尿憋到男一了哦。好啦，最爱教主了。你是男的女的？这会决定我会不会讲爱你啊？你可以骗我说你是女的，之后再说你是男的这样子。对不对？就跟番茄一样，他可能可以一开始先骗我说我是女的，然后说好了爱你爱你，爱完之后说好了其实我是男的，砰，对吧？番茄，本来就是女的，好了，没事没事没事，开玩笑的啦，我相信你是女的啦。我一开始真的以为番茄是女的，我不会觉得，哎、欸，我就开始觉得他是男的了。看我帅气的男神头像，你的男神头像是谁？我一直以为你那个是原子小金刚，你知道吗？谢谢，谢谢，咬赎金喽，什么鬼？所以番茄要求。还被要求穿女装吗？对啊，就是因为他是男生啊。番茄是女的吗？没有，他是棒子。你们不要想掰歪他好不好？他已经是弯的了，wonderful。你可以小便了，哎、欸，对耶，我可以去尿尿了。赤井秀一，哎、欸，我最近才又在看柯南呢。哦，赤井真的好帅哦。结束了吗？哇，我去尿尿才打了十张哦。嗨，呆鱼还没睡哦。ハクドラさん。マンガン。ジュン本一。ピンフタンヤオドラ。嘆かなくてもよい。なんじら凡人が我也懒得追啊。当然なのじゃ。不要乱帮人家取名字啦。呆鱼就呆鱼，这样讲炸鱼，还是因为他炸情。好啦，就到这边啦，感谢各位。哇，一次领哦，领那么多。今天怎么了？哇，今天怎么了？
每次完成是好喂、欸、我知道啊，我要买衣服了，葡萄，哇，我是没这一只啊，对啊，我没有吃西瓜那一只，可惜了，下次再给小鱼抽鸡脚豆，购买，确定，购买。哎、欸，什么八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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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我剩几张？哎、欸，刚好，好就买这个了。这个 DC 就是在 DC 到很时候一起退营，什么东西？你在干嘛？哦，好啦，那个青椒加油。我在干嘛？我在买衣服，好像不是在问我啦。好啦，那个谁，那个喜羊羊，好好教人家，教雀魂的路上不轻松啊，方便购买，确定，好了，刚好零，赞哦。好的，感谢各位。那晚上你有睡很久，睡到头都痛了，那你要好好休息了。你看头都痛了。好，那个大家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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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哦，晚上再想要玩啥吧。晚上像今天Joker就是没上班嘛，应该可以很顺利的八点半后可以我抓鬼。好，就这样啦，大家拜拜拜拜拜拜。啊，佩佩呆鱼，如果你们要玩的话，开房间啊，我等一下抢进去啊。好啦，晚安喽。